女生带回家见父母？没有。哎，我见过一个，我想起来了。不，你拿那个小瓶啊？我听听。拿，最好用的抽油烟机是哪个？这我不知道啊。你傻呀，孩子？这是方太智能油烟机，四面八方不抽烟。今天的复活赛啊，这个张小斐同学回来了啊，你有什么想对他说的话吗？姐，第二期我没保护好你，这一期看我的吧。杨洋洋，他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看我的吧。亲，想每天都收到这样精彩的视频吗？您只需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点击公众号，输入 TV5056 或好看喜剧，搜索后点击关注就可以了，也就是图片上有红圈圈的这个，一定不要关注错哦，每天与你不见不